那个特别横的劲儿给撑起来了。你要没讲的时候，我在后面觉得可能会被淘汰了。就是人呀，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儿。要是我，我可不好意思。一共有五杯水，却有六个领导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一口气全喝。给你们带来一个小才艺。请用一句话巧妙地暗示老板涨工资。这是一个技巧型的问题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不是说这个公司，说整个社会是。你关心社会干嘛？你这个，你先把自己家公司关。有点兼济天下了，有点兼济天下了。张博洋这一季的心态变好了很多，为啥会有这种变化？因为搭档比较差。双人的形式，双胞胎能讲。他俩经常会玩那种猜人游戏。是真正的作家吗？还是李诞那种？就是李诞。掌声有请杨千嬅。李诞，你马上给我唱一首粤语歌，你看看谁好笑。杨门兵丁都重生。今天的主题叫恋爱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单身很久，母胎 solo， 渴望爱情，生活朴素的，比如我的朋友何广智。我现在是一个 idol 不能谈恋爱。我这种普通男博士。为什么会那么自信？哇哦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哎呀，磕到了，磕到了，好甜，好上头。我做的饭，在打开那个电饭煲之前，它就是个盲盒。虽然我没见过他，但是看他不顺眼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谁在厕所堆雪人？宁静姐都已经听得乐出那个踩鸭子脚声来了，这是干嘛？真的，妹妹可爱，姐姐是爱我，阿姨我不想努力了。就是、杀人了！救命！有人杀人了！前两期的都是什么？这才是冠军。Are you ready?